我觉得表其实一定要就是你自己带上，像在车也是，我觉得那个 drive 是最 important， 因为像很多他的那些车子我都出来就是都闪到腰，超级。就是有一点运动感，然后他平常就是休闲的时候也可以穿，正式的时候也可以穿，然后每一个设计我觉得就是他的 details 都还蛮特殊的。我这只腕表它是用黑色的陶瓷做的，然后它硬度非常高，所以它做工非常细，加上我其实蛮喜欢看里面的机芯在转的，我觉得是一件很疗愈的事情。我的这一只是玫瑰金，然后配白色的表带。它的表带其实你是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颜色，然后我觉得它的设计其实很漂亮，因为其实它的镂空其实从旁边上面其实你都看到它的细节非常的精致，通常都是它会就是帮我配一个 you know 女生的对，但是因为其实我常常都比较喜欢他的，我比较喜欢就是男生面积比较大一点点，对。但是其实我今天戴的这一只，我就觉得他39其实男女都可以戴，其实我觉得他还蛮酷的，他其实不会就是好像很女性这样子，他是有个性的。原来现在也当妈妈了，对啊。他有拍一堆很辣的照片，你可以再拼一胎，然后做一个专辑，用谢谢 Ocean， 谢谢你。就是不管你在什么年龄或是什么身份，我觉得可以就是勇敢的做自己，去面对所有的东西，可以 be what you want， 不用就是好像身为社会觉得妈妈应该是什么样子那样子。因为是你那么了解手表，所以很多可能我不了解的细节都会问他，对，然后他都会就是就会。对，帮我上课。我很喜欢那个，就是可以看到那个机芯在转的镂空，对，镂空的那种，看那个很疗愈，很疗愈，很疗愈。没有乱，没有，快把钱买。他没有看到 Sunny 最近，所以他可能一看到 Sunny 他就会乱买。有啊， Sunny 有， Sunny 一直叫我买表，你看，然后我就会说，先等一下，先等一下。如果你可能、就是、逛街的话，对，完蛋了。就是我在。没有，因为我就是很有自己的想法啦。我觉得表其实一定要就是你自己戴上，对，像我今天戴这只表我就觉得非常的美，我觉得还是要自己戴。其实有时候你光看那个照片不准，哦，对，其实像在你车也是，就很多他也是常常在那边说服我他要什么看哪一台车什么之类的，那我就说那你有拍过吗？然后就是其实我觉得那个 drive 是最 important， 因为其实一台车就是让你 A to B， you know 怎么样会比较舒适，对啊，像很多他的那些车子我都出来就是都闪到腰，超级低，然后我就觉得哦，这真的是一点都不实在。